二十年，占据人生四分之一的时间。在这些年，我们经历了许多事情，即使看不见尽头，他们仍然坚持，永不放弃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前面找人来。天灾是不可预测的，如同生理的疾病，谁都无法阻止它的到来，但可以试着抓住希望。加油啊！千万不要放弃！啊，你讲啥？林先生，你可以先带这个试试看，看看情况会不会比较好。叫我挂这個，挂哪？我的朋友看到，啊，伊唔就讲我臭人咬完落，我才不来。阿明，大家拢在看。好啦，歹势啦，阿无哦，我试挂看卖啦。加班真的够累的。好饿哦。走，没有，我吃饭。你想吃什么？烧肉。嘿，你认识了吗？就是你。来助听器的大叔，哦，你认识了吗？你认识了吗？那一夜，我们努力地扛下一切，即使天崩地裂，也不会被摧毁。用彼此的爱凝聚勇气，不管世界的瞬息万变。这就是默默地守护一切。别再说不，跟着我来，抛开烦恼，别让犹豫搅扰，放下你自己，用心的倾听，丢掉成见，开拓新道路。世界美好，等你来拥抱。Monday Blue, Monday Nice。再给你，不客气。
他的伙伴，我什么吗？不会，我手语不好。来看看对面那些山。这个世界，有人默默守护身处极境的朋友。他们教会了我用心倾听，走在人生的路上，继续倾听着，让爱延续。听不见你的声音，依然触摸得到心，寂静的话语，距离更加靠近，温暖封闭的灵，用心倾听，手掌心，字句清晰，映入记忆。世界的频率牵引彼此的联系，让爱继续延续，走在路上缓缓的遥望，看见生命微弱的光芒，就算在黑夜之中流浪，我也不会害怕，因为有你在我身旁。走在路上静静的仰望，听见远处无声的迷惘，纵然在低谷之处走晃，我也不会再彷徨，因为有你走在路上。